那时候我发现了他脖子上有一块吻痕，当时我也没太激动，我想到最好，想到最好，然后心平气和的去问他，我说你这脖子上这块印是怎么来的呀？他也没说什么，他说今天特别累了，今天不想说了，那个改天再说吧。视频中这个长得娇嫩水滴的大姑娘是小莲，今年27岁，来自河北，而对面戴绿帽子的则是她的丈夫小磊，如今已结婚4年。对于小莲脖子上的吻痕，他又会有怎样的解释呢？你承认了这个痕迹不是他留的，是这意思吧？我承认。主持人，我说下边发生的事儿。然后几天之后，有一个男的给打电话，我在外边，他不知道我能听见他说话，然后他就啊那个我说话不方便，先挂了啊，他就挂了。然后后来呢，我就问，是不是这个吻痕是不是他的？然后你说是，我说就是他。面对丈夫的质疑，小莲回答得斩钉截铁，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她不仅亲口承认背叛了老公，同时她还承认脖子上的吻痕就是其他男人的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经画面资料了解知道，小磊和小莲是大学同学，在恋爱期间两人感情一直很好，可就在毕业之后，小莲竟意外地怀孕了，于是两人还在懵懂的年纪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，有了孩子结了婚。小莲本以为这是幸福的开始，可没想到的是，丈夫结了婚之后就像变了个人一样，冷淡无比，小两口每天除了吵还是吵，甚至已经达到了无法沟通的地步。那么这对年轻的小两口是否能继续走下去呢？当初信誓旦旦地答应结婚，小莲这边又是怎么想的呢？那个时候是我特别想结婚，因为怀孕了嘛，我觉得我们两个处了1年多，我觉得感情特别好，我就想结婚，但是没有想到就是说现在总想离婚，总觉得上不了道。显然甜蜜的恋爱和婚后的柴米油盐生活一下子形成了巨大的反差，这让小姑娘一下子根本无法接受。她认为婚姻就应该是甜蜜幸福的，本以为两人磨合磨合就会慢慢好起来了，可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小莲竟把所有责任都推卸到丈夫身上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麻烦屏幕前的帅哥美女长按点赞3秒钟加关注，今年必发大财，2023年所有的事都可以心想事成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你看我们俩现在的状态啊，就是完全沟通不了，一沟通的话就吵，两个人想法呀、思想还有那种观念还有对一件事的看法都想不到一块儿去。话音刚落，丈夫就突然打断，他表示七夕那天晚上原本是给妻子准备了礼物，可没想到的是妻子竟凌晨1点多才回到家里。虽然七夕当天过了，但是能哄爱人开心，小磊心里还是心满意足的。可就在这时，小磊忽然瞄到了爱人脖子上竟有一道男人留下的吻痕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我发现了他脖子上有一块吻痕，当时我也没太激动，我想到最好，想到最好，然后心平气和的去问他，我说你这脖子上这块印是怎么来的呀？他也没说什么，他说今天特别累了，今天不想说了，那个改天再说吧。显然明眼人都能看得出小莲早已背叛丈夫，只是到了此时此刻才被发现。那么对于脖子上的这个吻痕，作为妻子，作为孩子他妈，小莲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？本来我们两个太长时间都已经就是说，我跟他提离婚也提过很多次了，他跟我提离婚也提过很多次了，我们两个现在的关系就是有那种名存实亡，你知道吗？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感情了。对于这位可怜兮兮大美女说出来的话，大家感到一点都不意外，因为小莲由始至终都不认为自己有问题。不仅如此，她还表示以前是很爱丈夫的，造成今天这局面完全就是丈夫的问题，不关自己的事。她说只要能离婚怎么着都行，我说你既然这么说了，那你净身出户得了，那不行。说的不是气话吗？她说咱俩谁也别管谁，是吧？你爱找谁找谁，爱怎么着怎么着。 我们俩现在钱也 AA， 什么都 AA， 就是除了还进一个家门。看来造成今天这样，小磊还真脱不了关系。可让人疑惑的是，明明小磊已经是个丈夫，是个父亲，为何说话做事从来都不经大脑呢？本以为剧情会往好的一面发展，可让人没想到的是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更让现场的所有人震惊。这其中发生了什么？你承认了这个痕迹不是他留的，是这意思吧？我承认。主持人，我说下边发生的事儿。然后几天之后，有一个男的给打电话，我在外边，他不知道我能听见他说话。然后他就啊那个我说话不方便，先挂了啊，他就挂了。然后后来呢，我就问，是不是这个吻痕是不是他的？然后你说是，我说就是他。显然妻子在外面早就有了男人，
他心想，只要不在家聊，事情就不会被暴露。可终究纸还是包不住火，丈夫还是发现了。既然如此，知道真相的小磊又会做出怎样的举动呢？我想找那男的算账，不想对你怎么样。后来呢，他不给我电话，不给我电话，然后还打我了。然后后来他还叫警察说我对他家暴。好家伙，做错了事还恶人先告状。小莲承认自己确实有叫警察，可同时他认为自己是为了赶时间到外演出，甚至觉得出去唱歌要比这一段婚姻更加重要。本以为小莲是时间紧迫，殊不知她竟在房间里化了半小时妆还迟迟不敢过去，这可把丈夫给惹急了。我就想让你把电话给我，后来他笤帚打我，笤帚打坏了，我们家一个月换了三根笤帚，就是他现在伤口还在这儿呢。他还家暴你是吧？对，然后他打我的时候我推他一下，他就立马打电话给110说我对他家暴。看来真真正正家暴的人是妻子而不是丈夫，得理不饶人的人见得多，不得理还不饶人还是第一次见。可就在这时，主持人突然上前询问小磊，你做过最大的错事是什么？微信上跟女生聊天算吗？是一个女生还是很多？就一个女生。就是问题比较大的就一个，其实搞对象的人他就有这个倾向，被发现过一次，那次生了一次气，后来就过去了。那谁知道这人有这事啊，他就一个一个的就没一个一个的。看来丈夫小磊也不是个好人，整天在外面把妹，从来都不带闲着的，也难怪妻子会给他戴绿帽子。而紧接着小磊也不认为自己有任何过错，竟把责任都推卸到妻子身上。那女孩吧是山西的，她一直有男朋友，她就跟我问一些感情上的事儿啊，还有就是工作上的事儿啊，我们就聊聊一些就是特别正常的一些问题。她就上夜发之后总跟人家聊天，聊的人家都想跟男朋友分手来找她。那你告诉人家你结婚了还有孩子，人家会理你吗？面对妻子的询问，韩先生回答的斩钉截铁，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而紧接着小磊竟再次千方百计寻找各种理由推卸责任。那时候也年轻，然后刚结婚，那时候压力也大，就是那一年虽然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吧，但是一经历感情这些问题，我就有点控制不住自己，说了很多过分的话。好家伙，控制不住自己泡妞还对妻子恶语相对，换任何人都早早溜之大吉了。那么妻子这边又是怎么看的呢？又是什么事情导致到妻子走到背叛这一步呢？我们接着往下看。反正就是在那个事儿之后不久，他还跟我提过一次离婚，一方面就是说可能婆媳关系有一点矛盾。原来是丈夫这边不断挑战自己的底线，加上嫁过去之后婆婆的压榨，导致小莲一下子根本无法接受。不仅如此，小莲还表示自己背井离乡嫁过来，丈夫竟在自己怀孕和坐月子期间三番四次去撩妹，这换谁都是无法接受的。进入他们家以后，我天天就陪着他妈一起做饭，就是没有自己，很少有自己的内容。我一直都是觉得因为提前结婚这个事儿，我觉得对他父母有点亏欠，可能说在人家的计划之外的一个事儿。虽说小莲算不上一个好妻子好妈妈，但为了丈夫，小莲多次低头讨好婆婆，可换来的是婆婆始终对小莲冷眼相待，没有好脸色。我觉得他可能这方面有原因，再一个就是这个女孩，后来他跟我提离婚，我都那时候我都一点都接受不了。不难看出，小两口结婚这四年以来根本就没有消停过。而随后主持人突然向小莲问出最关键的问题，提离婚是真心想离婚还是闹着玩玩？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冷静的人，我不会说因为不冷静我去说一些我不想要的东西。那就是你反复的在提离婚，这是你思考过后的。我都告法院去了没同意，后来我就想等着半年以后二次上诉不就能离了吗？看来小莲离婚的心意已决，她多次给过丈夫机会，可换来的却是死不悔改。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，就是小莲的心早就已经在另外的男人身上。而就在这时，丈夫突然的打断她，表示还有更劲爆的事情要说，这其中发生了什么？我儿子看见那卡丁车他想坐，我以为就下车照个相什么的，就没拿钱，我就说从你那儿拿10块钱，然后不行，凭什么用我钱啊？大老爷们儿，你身上就不装钱，然后把车钥匙就往地上一扔，你就窝囊废。都说一巴掌是拍不响的，果不其然，从前面种种事情看来，小莲由始至终都没有尊重过自己丈夫，特别是在外面，从来不给丈夫任何一点面子。于是小磊就吞声忍气的去地下捡起那串车钥匙，屁颠屁颠的跑回车里去取钱。我打电话，我说怎么还不回来啊？你回去拿钱了，你干什么去了？你也不回来，不回来我们娘俩就在这儿等着。我就把电话挂了，
我心想我儿子还在那儿呢，那天天气也不怎么好，我还是去吧，去了我就扔那10块钱。你扔我要是侮辱我，那我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本以为这只是一件普通到再不能普通的事，可小两口接下来做的事却让现场的所有人震惊。这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就想带着我儿子走啊，他就跟我抢儿子在广场上。我就问儿子，我说你想跟谁走啊？他想跟爸爸走。然后他说你跟妈妈走吧，就是之类的什么的，还给我两巴掌。抢儿子公然在外打丈夫两巴掌，这换谁都是无法接受的。然而让人更没想到的是，丈夫小磊并没有发脾气，而是背着书包抱着孩子就坐公交回家去。可回到家后，小莲的一番行为再次让所有人大跌眼镜。他完全不顾及我儿子的感受，当着儿子面吵架，但是我特别在乎我儿子的感受。他在说一件事的时候总是把他有理的地方说出来，但是前面的没理的地方他只字不提。看来小莲并不承认丈夫的说法，她认为丈夫就是在颠倒是非，丝毫不认为自己有任何过错，更是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比丈夫更爱孩子。我原来想离婚的时候我想要孩子，我现在想离婚的时候我不想要孩子。为什么？我儿子是男孩，一跟着他爸爸比较合适，再一个他要跟着我的话只有我自己，我父母身体也不好，我顾不上。我不想离婚。好家伙，口口声声说爱孩子却不要孩子，殊不知这会不会是情人的意见，怕是耽误了自己未来的幸福。而这边面对妻子背叛不要孩子，多次侮辱自己，丈夫还是不肯离婚。他表示只要妻子不离婚怎么样都行。就在这时，主持人突然问出了犀利的问题，而女孩的回答连涂磊老师听了都忍不住冷笑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在婚姻存续期间你有背叛你的丈夫吗？你指的是程度严重点的还不太严重的？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背叛，你自己要按你的理解。那就是有过，因为我心里已经没有他了。背叛还分事情轻重，这怕不是笑坏了大家。事情都发展到这种地步了，丈夫竟表示还能接受妻子，实在是有些可悲。这是主持人挠破头脑都想不清楚的事情，于是便把问题直接摊在台面上说：做母亲她不合格，做妻子她不合格，做儿媳妇她不合格，那你为什么还要跟她在一起呢？我觉得他有决心，这是我特想问的。我觉得他有决心做一个好妈妈，我觉得我儿子有权利拥有一个好妈妈。到了此时此刻，主持人也不拐弯抹角了，直接强调什么样的结果你才接受不了这段婚姻生活了。他真的心里边就是有这男的了放不下了，我感觉我们家两个就完全不可能过没有爱情的生活，是不是？就是至于行为上怎样无所谓，是吧？对，他不做家务什么的我都可以忍。小磊还在装着糊涂耍聪明，可就在这时主持人便问出最关键问题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不要偷换概念，他如果在心里有别的男人的情况下你觉得不可逆，但是在行为上他有别的男人，行为也不行啊，当然不行了。显然丈夫小磊还是不能接受有任何背叛自己的行为，可同时他又想妻子回到自己的身边，破镜又怎么重圆呢？对于两人的问题，嘉宾们又是怎么看的呢？男孩，在女孩还在怀孕期间，你就跟别的女人有暧昧的行为啊？老师，我打断一下，那时候就是还年轻嘛，那时候也是刚结。不难看出，到了嘉宾老师点评环节，小磊还是把责任推到了年轻上面，丝毫不认为这是自己的问题。可当曲伟老师再次问出的一句话，瞬间让小磊哑口无言。你懂婚姻吗？那时候懂爱情吗？但是我现在渐渐的，你现在同样不懂，因为你心里根本就不爱他。如果要爱他，不可能发现自己的爱人的脖子上有吻痕，居然两天你不用去问他。换作是任何人，如果真正爱这个人的话，当时这件事就一定要有个水落石出。嘉宾老师的问题让小磊感到十分难受，爱不爱早已一目了然了，而紧接着嘉宾老师竟把矛头指向了女孩，这其中发生了什么？你们只不过是进了同一家门，根本就不是一家人。孩子在这样的家庭里，没有爱情的婚姻里的家庭能幸福吗？绝对不能，而会一次又一次的为10块钱让孩子受到残忍的折磨。看来小莲不仅仅是在婚姻里没有爱情，更多的是为了孩子在婚姻里久延残喘，这样的婚姻本就变了质。接着
嘉宾老师继续来骂醒面前的这位女孩。女孩，你是够残忍，为了10块钱，为了跟他置气，让孩子那么痛苦，怎么可能是一个妈妈应该做的事情呢？丈夫的不懂事，老婆的背叛，两人的心早已不在同一个地方。两个没有感情的人凑在一起生活，仅仅是为了一个孩子。最后曲伟老师也给女孩最后的一番建议和意见。太不合格了，我们不谈一个妻子，因为你已经不爱她，对吗？但对孩子好一点好，你可以追求自己的生活，前提是你要做到一点，做好一个妈妈，好吗？而紧接着曲伟老师转身去指责一旁的丈夫。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接下来曲伟老师的一番话直接让小磊破防，在节目上痛哭流涕。这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你先没有做一个合格的老公，你失去了你的爱人，孩子就失去了他妈妈。但绝不是说以孩子为威胁，说你必须得在这个家，即使我们不离开，要为了孩子我们要生活在一起，这是害了三个人的，兄弟，既害了你，最受害的也是孩子呀。就在这时，一旁的涂磊老师实在看不下去，一上来就斥责面前这个不负责任的男人和婚姻期间背叛的女人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这男生说话呀，好像特别感悟生活，好像已经是70、80了。其实你们两人在台上，女生所有的表现就说了一句话：我背叛，我有罪，但我无所谓，因为你自私。显然涂磊老师也认为，无论怎么说，在婚姻存续期间做出出格的事情，这本就是不应该。而小莲口口声声所说的已经是没有任何感情了，但这并不是背叛的借口，分明是说你还是有罪。我们把婚姻称作为是归宿，花开才能结果，有浓烈才可能归于平淡。涂磊老师表示，无论男人怎么原谅，那都不代表可以这样做。而首夫倒是千古以来的一道礼节，这是怎么都不能跨越的。而随后涂磊老师转身把矛头再次指向了小磊，一针见血把所有问题都看得透彻。这究竟是说了什么？一个男人还没有真正的进入社会，还没有真正的了解生活，还没有看清大千世界，他就已经遭遇到了婚姻当了父亲，他怎么可能理解所谓婚姻的责任和女方的热情？面对涂磊老师的指责，小磊感到十分难受，他始终都没有一点担当，在这懵懂的年纪里就步入了婚姻，责任对于他来说还不如去撩个小妹妹让自己开心开心。而紧接着涂磊老师认为，女孩这种没心没肺的付出，恰恰是造成了对自身的不尊重，更得不到丈夫的重视。说生就生，说嫁就嫁，这种不谨慎和不自重和不矜持，虽然造成了你天真烂漫的性格，但同时也得不到男生的重视。而紧接着丈夫小磊竟还在找各种理由，他承认遇到过不少心动的女生，可同时他认为自己只是撩撩妹而已，并没有做出有实际出格的行为，他把一切责任都推卸得一干二净。就是没想过跟他们在一起生活会什么样，没咱们俩恋爱那么早，你什么时候遇到过能燃上你的女孩啊？除了你之外我还认识很多女生呢，是吧？一句还认识很多女生引起了全场的嘘声。小磊认为那些女孩自己都只是跟他们玩玩而已，心目中还是装着妻子的。到了此时此刻，他还在不停地哄骗着妻子，小磊还想在场的嘉宾老师们帮帮他。而就在这时，赵川主持人发话了：其实挺难办，听真话听假话，听真话吧，今天我们来就是想解决这些问题的。真想听真话，真想听真话。听真话就是你没说一句心里话，你让我们说什么话？其实赵川主持人早就已经看得明明白白，小磊由始至终在舞台上都没有讲过真话，这还要别人怎么帮你呢？随后妻子对小磊说出的一番话终于让事情真相大白。你真的吗？你一直以来我觉得你为什么不知道你放不下的是什么，一直放不下一些东西。如果你有爱的女孩什么的，你可以去，我觉得人的真的应该活得明白一点，咱们还很年轻。看见小姑娘大滴大滴眼泪往下掉，这种撕心裂肺的感觉谁看了都心疼，也从这番话看出了很多问题。原来小磊心底里一直都有心爱的女人，别人可能不知道，但是作为妻子的她是在清楚不过的，甚至还叫丈夫活得明白一点，爱别人就去吧。
那么最后两人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又是否能延续下去呢？我们拭目以待。事已至此，结果已经很清晰了，妻子小莲再也没有从门前走出来，此时的他已经心如死灰，而这边只剩下小磊一个人独自回到舞台。那么面对妻子的不回来，小磊这边又有什么话要说呢？今天感谢导师主持人，感谢的话都不说了，就把感谢之后的话说了。你都这么难受你还感谢我们，你说你图什么？说真实在的吧，就是难受这一小会儿不算什么啊，已经忍受这种生活了挺长时间了。看来最后的这一番话才是小磊的真心话，感谢老师，难受一会，忍受已久。显然如果爱一个人的话，是怎么都不可能说出这些话的。也难怪主持人这边早已看得清清楚楚，嘴里就没有一句真心话。我就觉得反正做人做得真实你会特舒服。你要坚信这么一句话，儿子在身边手里还是有张牌的啊，如果心里还真有那张底牌，说不定什么时候还能打出来啊。行，或许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是错的，因为孩子而结婚，没有感情基础的爱情本就变了质。希望小磊能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的婚姻观，而小莲这边也希望你离婚后找到自己幸福的归宿，而不是用这种极端的做法在婚姻里久延残喘。那么最后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又是怎么看待这一段没有感情的婚姻呢？可以通过下方评论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